这就是永丰银行的未来分行。我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成大分行，他们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叫做小游戏，那你们来可以来这边玩哦，包括你也可以就是来跟分行的行员做挑战。那我们这次带来了我们的大户代表跟我们的成大分行代表，他们一起要来就是 battle。我们现在来进行就是宝可梦跟大户团队的挑战赛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一轮呢是我跟高志，十字军，十字军，好来来来，好，准备好干掉宝可梦了吗？你把我干掉之后，你就自己发文，你知道吗？互相那个。这个游戏就是扭转，然后呢，看这只大户是不是把我干掉。加油，加油，好，来喽！来，开始。这个游戏真的是累死了，我觉得如果你来成大分行再玩的话，你一定会瘦，你不用去健身房了，你就来这里运动就好了。好，这一次非常的开心，就是我跟大户就是这样子三战几胜，我至少我有两胜，哎，我没有输大户，我就好开心哦。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开户跟运动哦。